和马术的欢乐谷之旅又迎来了新的挑战，加油！一点都不害怕。我要是怕，我就是狗熊。三、二、小青蛙，一、这么快，吓死人了！去到欢乐谷的巨能飞船处完成任务吧。叮叮叮，巨能飞船就是这里，那我们现在赶紧去啊，走。哇哇，这里怎么摇摇晃晃的，是这种感觉。嗨，林丹先生，这是我们的任务吗？盘子上面摆了一盘鸡蛋，需要将鸡蛋从第一排颠到最后一排，鸡蛋掉了的重新来，重新计时，用时最短的人获胜，输了的去奥德赛拍几张照片吧。煎蛋就是他了。那月儿你先。啊，不行，我怕太高了。外面。哦，开始了，加油！很稳嘞，好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可以有风哎，走。哇，现在风起来了，好难哦。一二三，走，可以。一二三，走，哟。一二三，走。一二三，坚持啊。哇，怎么啊，开始晃了，摇晃。一二三，走。一二三，走。一二三，走，加油啊。终于，太难了，好，到我了，到我了，走啊。我的指甲顶住了，笨手笨手笨手。呀，动态会比较难一点。哇，呀，最后一排了。哇，太高了。哇，太难了。真的太可怕了，这个游戏。没错，但是我们现在要请问一下我们的饼干警长，谁赢了？哦，我赢了，耶，我赢了。丹尼能量币就在玛雅人手里，要小心，他们可是会用活人献祭的。这边不就是拍照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我也觉得，而且就是我，大家也知道我是拍照小达人。有什么可怕的？大家也知道我是拍照小达人。我也觉得是啊，全湿了！哇，这真的是我心里良心病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惩罚了。任务卡，要不要？出来了，出来！老板给你钱。那么玛雅人就在这边，应该是吧？那翻译能量币就在这里，但是有点可怕。别怕了，月儿，为了翻译能量币，走。真的不
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感觉这个仪式应该是蛮宏观的，很宏伟，可能会有很多人出来抓你。那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抓你呀、啊、哇，哎，干嘛抓人呢、啊、哇，好可怕。想救月儿公主，就去挑战最可怕的水晶神翼吧，获得神秘宝物和玛雅人交换月儿公主。我知道救月儿的办法了，走，就是这里，水晶神翼，只要挑战成功就能救回月儿。 Go！ 为了救月儿，我需要勇气。来，我现在需要勇气，跟我一起比个耶，给我勇气好吗？我们镜头前的小番茄们，耶、yeah. ！谢谢。Oh my God！ No！ 不要，不要！挑战成功！不要！我的妈呀！我知道，我用这个宝贝换月儿。国王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！阿叔，我用我们家宝贝跟你换月儿，可不可以？它也很珍贵。谢谢，谢谢。月儿，快过来！没事吧？嗯。谢谢，谢谢。走。听说能量币在他手上。能量币，能量币在你手上。可不可以给我们？很重要。谢谢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能量币真的在这儿耶！我们任务完成了。Yes！ 谢谢，谢谢。来。北京欢乐谷七大主题区域，60余项主题景观，近50套游乐设备，精彩表演，打造大秀场，演绎谷，全年开展6大主题活动，快来欢乐谷吧！环游全世界，我绕了一大圈，翱翔在天边，跟我去冒险，环游全世界。